曬啊！好用啊，真係。啱啱錄曬啊！依個司機用過以前嗰個喎，你表達咁啊，經過多方嘅爭取，多方嘅爭取，最後咧佢係同意咧喺10月19號之前咧就係唔會動工，即時撤離，即時撤離。所以頭先一收到個信息咧，我就打咗俾幾位嘅我哋嘅地區居民。咁我哋係現時嚟講咧，都係要求咧喺之後咧，喺適合嘅時間咧，係直接溝通。希望在我們的地區居民在那個權益方面有所保障，當然我們是尊重法律，但是在法律未有定義之前呢，做任何事是不必要的，因為如果是政府如果是發展商贏了，那我們都不會和我們居民都不可阻止，如果居民贏了，他們做的任何建設都是浪費，所以呢在這個基礎上呢，我們是強烈要求，最後呢是達成了協議，咁就係喺10月19號之前。就之前咧，你嗰個政綱入邊咧，你就話試圖咧係咪將屏風樓依塊地咧係轉為美孚嘅會所？請問係咪真係有咁嘅事？你會嘗試去同呢個長大談判呢樣咧？喺我嘅政綱係喺我政綱入邊咧，我哋係希望咧係其中一個八大願景，其中一個咧就係美孚希望係有一個會所嘅。咁咧當然希望其中一個地方咧，如果但呢個需要共識，需要因為美孚會所係要1至8期有共識，同時咧有地方。咁咧如果咧呢塊地咧，假設係即係我哋係一定要係假設一定要起樓啦。我哋當然首選就唔起樓，首選係唔起樓。如果法理上行不通，法理上係佢有權起樓。我哋會爭取，希望同發展商傾，有冇可能 ？OK， 係整啲會所，或者係有啲對我哋居民個環境有利嘅，即係呢方面咧係對我哋居民問題好，亦都係有需要嘅。美孚40年嚟講都冇一個即係完整嘅會所，呢個係我哋嘅出發點。